雨了。哎，你看，没有保障怎么行啊？十万保障怎么样？啊，十万保障，哎呀，太小了，不行不行啊。嗯，三十万保障够不够？三十万，哎呀，不够不够。保障不够，问题多。500万的保障时代来了，星光吉利终身保险，星光首创500万保障，保费怎么算？很便宜哦，每天只要82块就有500万的保障。我也要保障，保费呢？25岁投保20年期100万，平均每天82块能享受500万保障的机会。星光吉利终身保险，500万的保障真划算。下雨了，没有保障，怎么行呢？十万保障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十万保障太少了，不行不行啦！啊，那30万保障够不够啊？30万保障还是不够，不够。保障不够，问题就多。500万保障的时代来了，星光年年如意，终身寿险。哎，一天节省200多元，就有500万的保障，缴费期满，保费不必再缴。对，每年领回养老年金10万，领一辈子。嗯，请投保星光年年如意，终身寿险。